它是做这样子挖空的，然后脚跟是像这样子凉鞋式的，凉鞋的鞋楦是比较尖的，这样看得出来哈。然后这个它的头是有点方方胖胖的，它的间隙跟它的立体度啊都非常够，所以不容易会滑倒。那他们的底啊都是这种踢不烂的，这种就是它的那个橡胶是有包到上面这边的。如果你是脚板窄的人，可以拉紧一点；那你是脚板比较宽的话，这边就是可以把它放松一点，把它粘松一点。但是这边的调整 range 还是就是算是有一点点 range 在，可是不是说你可以整个很大的去做调整哈。脚后跟就是像是凉鞋的样式，可是它后面这边啊，它的弓设计超好的，它这边还是有一个往内包的鞋底。K9 站楦头的地方绝对都是宽的，不是那种窄的，很好穿。那一双真的花不到你2000块，这真的很便宜啊！我现在连新买 Air Force 跟 Converse 穿的时候，楦头我可能都会有一点摩擦，但这个真的是超级好，尺寸全部正常哦，照正常尺寸购买就好了。它穿起来真的超好看，镂空感你们超适合配家里面可爱。袜子全部都拿出来配吧，都是纸滑的哦。